是有点类枝条丹宁布料，所以呢上面是有点那种深蓝丹宁，然后加上收腰，然后呢下摆是做一点小小的小荷叶边，所以腿部线条会非常的直，侧身背面屁股的长度都刚刚好。它这里的松紧带是这样收起来的，所以你的腰会更加小一些些。那这件唯一要比较注意的就是 L 号身形，这个腰头对你来说会比较合紧一点点，但是其实不太干扰啦，因为整个拉开松紧带都是蛮大的。